胖啊，人家现在是大嫂。 AI 工具加 3D 搞笑动画，究竟有没有搞头？哇，这个博主仅仅只发了35个作品，就获得了十几万粉丝和接近百万的点赞。你是不是也在想，动画频道要团队，要配音，要剪辑，要字幕，根本搞不来？今天全是技巧，手把手教你一条龙搞定，写故事，生人物，配音，翻译，创建一个动画故事频道。赶紧点好订阅送上赞，我们又要发车了。娘子，快和牛魔王出来上车了。介绍一支影片从无到有，难免要借助很多 AI 工具，但是 AD Macro 可以帮你全部搞定。比如撰写剧本、生成人物、让照片说话、多语言数字人、口型同步、声音克隆以及双语字幕、影片翻译等功能，今天完全够用了。但我知道宝子们想的是，它到底靠不靠谱？开始搞事，把经典影片中的素材截图，然后上传到 ChatGPT， 让 GPT 帮我把这张图像生成为一张皮克斯风格的图片。根据这个步骤，我们把需要用到的分镜全部生成出来。上传影片，用 AD Maker 的 AI 影片功能，这里也提供了比如复活老照片、拥抱、亲吻、打架、萌宠、做饭等一系列的模型，对新手真的非常友好，只用上传一张图像就搞定。宝子们可以根据需求选择，我直接选择图像转影片功能，上传我们准备好的图片，然后写上提示词，点击生成，等待1分钟左右，咱们第一个场景就生成好了。这也太有趣了吧！重复这个步骤，将咱们刚才生成的所有图像都进行这个操作，最后等待结果出来就 OK 啦。我靠，口型同步，点击数位人功能，看到了没有？它这里有个影片口型同步。我们把之前生成出来的影片导入进来，然后选择上传语音文件，上传影视剧中的台词，最后点击生成，这样一个有声音有画面的素材就出来了。我靠，圆滑，加一点细节，将我们创建好的所有素材导入时间线，利用 AD Maker 的多语言字幕功能为影片添加字幕。哇，这是这么多语种，宝子们做什么内容都够了。选好一个字幕样式，然后点击生成，在生成出来的字幕上点击右键选择字幕翻译，然后在最下方勾选双语字幕，点击添加。现在一支有配音、有唇形同步、有双语字幕的卡通名场面翻拍就完成了。我靠，圆滑，造化弄人呐！你说咱家袁叔叔好好的，怎么就进去了呢？别看了，人家现在是大嫂。怎么还偷看进阶玩法？有了这个方法，咱们就可以做出各种经典影视的卡通名场面翻拍，甚至还有魔改影片。这么巧？对，刚好在这附近打篮球。好久没见了。AI 加 3D 动画有搞头吗？有搞头。好啦，记得点个赞订阅我，我每周都会实测一款新 AI 工具给你避雷踩点。留言告诉我你最想看我实测什么 AI 工具，我会挑留言最多的拍下一支实测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